们第一天跳完的感想是什么呢？过完的话就还蛮有趣的，是那个冰箱冰舞。法学的话看到工资法就蹦他，看到工资法就蹦他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冰舞的话，跟老师对不起，因为也蹦他了。啊，明天的考试有信心吗？能正常把试考明天了，金刚老师救我。那也要留下来听金刚老师上课吗？没有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表示快要，我快要那个了呢，剩几天，你们还考这成绩可以看吗？我也想要他们这样讲。你觉得哪一科最难？哪一科最难？英文最难。英文最难。那第二个？第二个英语法。写法。对。好吧，自己还有一些要解的吧。那同学，这个模拟考完觉得如何？偏难。那你觉得哪一科最不好写？也是英文。那第二科呢？这样，就是哪个章节会更熟悉？我写完的时候我就想说。我的手真的是抖到就是跟那个历任总统一样，前总统一样，就是一直抖一直抖。对，台词是英文。我的同学一致认同。那第二个最难的？刑法吧。虽然金刚老师有对外说就是他有出了比上次简单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挫折。那晚一点的话再去询问他一些问题。考试加油！考试加油！我都忘记我是什么。我是第一个教的。对啊，你不是第一个教？第一个教。对呀，不难，对不对？